一口咬下超大野生心鳗、邪恶起司猪排、欧姆蛋咖喱饭和炸虾冻饭。今天梅森带你们到台南三井奥莱放肆一下，走吧！第一家，第一家来到伊势路盛世日式猪排。在这幽静的空间，我们来吃双色起司里脊猪排，超厚的猪排塞入满满的双色起司哦，再配上招牌的紫米饭，每一口都充满幸福感。第二家来到想想咖喱，大人小孩都爱咖喱饭，既然要放肆，绝对少不了哦。今天来吃的是猪排欧姆蛋咖喱饭哦，酥脆的猪排沾上咖喱，再配一口欧姆蛋，这组合没有理由不完美哦。第三家来到银座宫下，各种冻饭和拉面哦。今天我们点了寿喜烧牛炸虾冻饭，他们的炸虾扎实又酥脆，寿喜烧牛超够味，一口饭一口炸虾，完全停不下来哦。还没有完哦，最后的压轴金子半支柱超人气天洞专卖店哦，香香鸡天洞和巨无霸江户前天洞哦，放上整只的炸野生心鳗，这鳗鱼的尺寸不会太扯吗？炸鸡配上半熟蛋，整碗邪恶到体脂肪完蛋哦。炸虾青龙干贝鱿鱼，再配上超大的炸心鳗，肉质超级无敌软嫩，超级无敌舒服，今晚超级无敌放肆。